各位观众多谢捧场，我是哆啦 A 梦的，大家好，好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哆啦 A 梦电视版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电视版终于踏入播放第15周年，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咁值得高兴的日子，我特别抽出了15集好有意思和好有趣的集数，制成一套录影带，等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温一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今后将会有更多杰作重现在各位观众的眼前，敬请各位期待。而家睇翻先，发现我15年前的我都几可爱噶。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。